腿就需要，如果肚子饿啊，可以。哎，俺吃饱嘞。你吃饱嘞？谁讲的？快讲。Boy， 讲从该一天爱做牧师来专心，想来做其他事情，所以那条想到客家人，那条马上开始爱学客家话，在高飞上。我是潘哦，我就必须潘啊，过来过来。他不会煮牛，默默安抚一个牛嘞，那边煮还好。我自己还是算会很内向的人，后来我学。二胡的时候，真的，我喜欢跟他一起，他也喜欢我拉二胡，喜欢，很喜欢唱歌。